欢迎来到学界体育比赛的时间，今集是0910学年学界乒乓球比赛特辑上集。我们会重温女 A 冠军战、季军战，是由余少薇、罗佩斯边个才是真正的女 A 王者。今集也会有男 B 的冠军战。另外我们会请到澳门名将、名教练叶鸿杰，同大家分享一下他做运动员和做教练的甜酸苦辣。现在率先由梁建华教练教大家怎样打乒乓球。咁我哋乒乓咧有直板嘅揸法同埋横板嘅揸法啦。咁而家咧，我哋先讲直板嘅揸法先啦。咁直板嘅揸法咧，基本上咧，我哋前面嘅两个手指咧就好似揸笔咁样，吓，好似揸笔咁样咧扣实个板柄，吓，跟住后面咧啊弯弯地，三个手指咧搭埋一齐，吓，跟住咧前面打嘅时候咧，块拍型咧保持住大概系60度咁样嘅角度啦，有少少前倾。咁樣呢嚟擊球嘅。咁呢正手嘅時候呢就係、是、主要係用手指啦夾住塊板啦，盡量固定好個角度呢，跟住向前擊球嘅。咁樣呢我哋正手攻嘅時候呢，主要呢就係、是、以手指攻發力為主啦。咁呢點發力呢就係、是、按實塊板，而個食指呢就鬆開少少。唔好兩隻手指一齊用力，如果兩隻手指一齊用力嘅話咧，塊板型咧就會有少少向後仰咧，個波容易咧就打出去噶啦。咁後面咧要注意一下咧，大概咧係要可以攞住一個乒乓波咯，又唔好話完全揸到實曬，亦都唔好伸到直曬，咁樣咧攞住個乒乓波咧彎彎地咧，咁咧就會咧就係比較靈活啲咯。咁如果係推波嘅時候咧，我哋主要用個食指用力啦，而手指功咧亦都係鬆開。咁樣咧，亦都係方便我哋咧塊板型咧，可以將塊板咧壓低，壓低咁樣咧，個波咧就唔會容易咧飛出去啦。咁咧，跟住落咧就到講橫板嘅揸法啦。咁橫板嘅揸法咧，同屋企人啊斬揸刀咧差唔多嘅，不過就我哋嘅食指咧就係伸直嘅，伸直嘅食指就要放喺呢度，而呢個虎口位咧就要放鬆少少。放鬆少少，大概咧放到隻手指落去，就千祈唔好咁樣揸得太緊咯。揸太緊嘅時候咧，就會冇咁靈活嘅，冇咁靈活嘅。呢個咧正手，呢個就係正手嘅揸法啦。咁反手咧其實係比較方便嘅，一反轉咧，反轉嘅時候咧，咁咧就向前推個波出去咧，就已經係一個橫板嘅反手嘅揸法啦。进入比赛时间，率先睇嘅咧系男子 B 组冠军战，荧光幕着住浅蓝色衫，白色领嘅咧就系教业嘅周龙康，配蓝色球衣嘅咧就系赛高嘅李俊卓。论名气实力，周龙康都系高一筹，尤其喺经验方面啊，周龙康咧细细个接受训练，基本功相当唔错噶。李俊卓咧就系新晋嘅球手，左手直拍，力量同埋杀伤力都几好，差在咧稳定性啊唔系好够。第一局嘅赛事当中，周龙康基本上控制赛事，由发球到猜波，落点控制得相当之好，令到李俊卓咧好尴尬，发挥唔到应有嘅水平。赛入决赛，李俊卓表现咧亦都系好紧张，太急于嘅进攻，往往咧未到位就出手，频频失误。结果周龙康由头带到尾，以11-3嘅先拔头筹。第二局，周龙康咧继续嘅主导赛事，进攻明显增加咗，优势更加明显。不过李俊卓站稳阵脚，表现咧亦都有所回升，呢球快退令到佢一度咧追到5-5平手。可惜之后两个接发球都系唔系咁好，周龙康抛离到7-5。之后周龙康打醒精神，发球正手进攻都有甜头，以11-6再下一城。关键的第三局，李俊卓有个好开始，曾经领先2-0，无奈受制于周龙康打波的质量，失误依然是相当之多的，连输4分。周龙康反超前4-2，李俊卓在2-5之后就有些突破，正手连拉两板靓波，现在落后4-5。余下的赛事开始精彩一点，有些来回给大家看看。周龙康正反手相当之平均，李俊卓咧无招架之力，现在领先紧6-4。周龙康个牢牢把握住优势，一直处于领先位置。李俊卓7-9嘅时候咧就叫咗个暂停。不过李俊卓一出嚟咧就食咗周龙康个发球，10-7，周龙康到咗赛点，呢个冠军如无意外咧就可以到手啦。
踩住先，机会啊！哎呀，又赖失。最终周龙康就以11-7赢埋第三港，总局数3-0轻取李俊卓，成为今届赛事男子 B 组冠军。睇睇南 B 嘅总成绩，冠军教业周龙康，亚军蔡高李俊卓，季军月华李伟伦，殿军澳方谢子斌，5-8分别系教业凌子峰，三玉赖以阳，镜平庄君朗，永焕余仲希。接住落嚟到咗女 A 啊，季军战，蓝色球衣系澳方嘅吕晓欣，对住白色球衣圣心英文部嘅关晴。吕晓欣四强嘅输咗俾余少美，关晴啊四强输咗俾罗佩斯。呢场季军战咧打得相当之紧凑，前四局当中啊关晴以11-9先下一城，第二局啊吕晓欣啊喺7-7之后连攞三分，以11-9嘅获胜追到局数1-1。在关键的第三个关程的势如破竹，9-5之后连续两次发球直接得分，以11-5获胜，总局数领先2-1。不过球胜心切的关程第四个有些心急，吕晓欣有机可乘，一开赛就拉开离打，一直领先。尽管关程尾段打了两球靓波，但最终都输4-11，双方局数打成2-2平手。决胜的第五局，后上的吕晓欣气势如虹，充分利用横板反手的优势，一开赛就主动用反手拉起和关程打来回，跟着一直压住关程的反手来打，优势相当明显。现在落后2-4的关程开波，吕晓欣不单止反手弧圈了得，反手猜波也都很靓，压到关程没得喐，猜落网。吕晓欣现在领先5-2，再一次交换场地。就实力来讲，两个球手不相伯仲，打法上来讲就以横板的吕晓欣着数啲。现在7-5发球机会啦，吕晓欣好果断咁侧身用正手进攻，大前到8-5，吕晓欣再度发球有机会咯噃，食过翻寻味，可惜呢球太狠啊，打咗落网，8-6到关程嘅发球机会拉起发力，哎呀，大好机会又拉失，6-9，呢球相当之关键，对信心啊好大打击，仲有机会，都系发上旋，直接啊食发球，追翻一分啊7-9，吕晓欣有两次发球机会，一定要抢攻先得啦，好聪明嘅做法啦，反手攞起，横情横打啊，节奏唔啱啊，打咗出界，10-7，吕晓欣有三个赛点。发球抢攻的次数应该就冇变，不同的是就今次用正手抢攻一样点，最终吕晓欣以11-7赢埋第五局，总局数反败为胜，赢3-2，成为女 A 季军，关程嘅殿军。